接下来请收看慈心悲行缅甸弘法。族妇女以其独特稀有的穿戴习俗受人瞩目，尽管妇女满载锦环的习俗与文化原是族群中美丽与财富甚至地位的重要象征，但在资讯时代里，长颈族独特的颈圈文化却是引导外在世界好奇的神秘面纱。传说中，长颈族女性从小戴颈圈来拉长脖子，更以较量脖子长短、颈圈多寡来评比财富与美丑。于是，肩胛骨与锁骨因长期负重而变形，让他们的长脖子必须终生佩戴颈圈来支撑保护。而传说总是引来好奇，尽管已有年轻的女性族人卸下颈环，不再依循戴颈圈的传统，但穷乡僻壤中需要仰赖观光收入为生的事实却与颈圈文化纠结难解，让善意的元首原地踏步。当全球妇女权益计划频频向女性招手的同时，长颈族的妇女们却只能继续禁锢在保有与剥夺的对戏中织梦。走马看花、欣赏表演之外，佛子们不曾过望的就是慈悲布施、欢喜结缘。天色渐暗，大华佛经学校的门庭内，专注觅食的鸽群翩翩起落的样子像一群散落的音符来回排毕。校园内僧学犹如一群音符，正为慈悲的海涛法师与弘法团的来访浮沉背曲。
钟声响起，如同金光铺地的大殿，一派庄严。来到大华佛经学校的大礼堂内，放眼望去，座无虚席。讲台上的金刚上师典巴拉玛正为当天的烟供施食诵持前行仪轨，应邀前来弘法的海头法师在众人热烈的掌声欢迎中，首先以佛经二字的要义为众人慈悲开示。我第一次来到观音寺，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很殊胜，因为大概全世界没有用这两个字做学校名字，叫佛经学校。那很多人，我回到台湾，我讲他们说，那这边是不是天天读佛经的？我说大概是吧。哦，那真好哎。啊，因为出家人忙了一辈子，就希望能够读完佛经，就像我们去曼德勒去拜那个729页的佛经。啊，那当然最主要谈的是佛经的内容是什么。那很多同学问我说，那师父，我们在学校读缅文啊，读中文啊，读英文啊，那不是佛经耶？不一定。为什么？动机决定一切。如果你读英文是为了用英文帮助别人，如果你读中文是想要用中文帮助别人，那中文就是佛经啊。你用一杯水拿来供养佛，你用一杯水拿来帮助贫穷人，那这一杯水就是佛经里面的甘露水了。所以我想，我很羡慕各位有福报，从这么年轻就有机会能够听到佛经，拜到观音菩萨。我33岁才接触佛经，了解佛法，35岁出家，现在57岁，所以我现在在跟时间赛跑。哎呀，再来就60岁、70岁，再来就去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我要赶快的努力的实践佛经的精神。那佛经跟我们讲什么呢？那这个很重要。那这一次更要感谢我们张莲花先生，还有他的哥哥，刚刚我认识，明天要为我们办一场最重要的、最慈悲的生命活动，就是救生命、放生。因为人也是一条生命，牛也是一条生命，羊也是一条生命。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最要紧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奇哉奇哉，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所谓一切众生，就是蚂蚁啊、牛啊、神啊、人啊，都可以成佛啊。这个就是佛陀发现的真理。就像木材，我们说它木材呢，木材可以点火哎，因为木材本身有火的本性在。蜡烛把它点燃了，变成好亮。哎，前面这尊佛，各位可能第一次看比较小，念一下：南无宝寂如来。我们佛教呢，称它为护身佛，就是保护生命的佛，所以在它面前有很多牛啊、羊啊、蛇啊、鸡啊、鸽子啊，都是他保护的对象。那佛成佛了，他就原来众生都可以成佛啊。而且佛又讲一句话，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啊。因为佛陀成佛，他有神通啊，百千万亿世的轮回他都看到了。他原来才知道，所有的生命都做过我的母亲，做过我的父亲，做过我的家人。而且呢，他们呢都可以成佛，但是他们不知道，却一直在轮回受苦啊。所以佛成佛以后，开始讲经说法，告诉人类，
怎么样保护所有生命，让他们离苦得乐，让他们成佛。就像我们明天要去的护生园，那个叫所有众生动物的乐园。他们本来在屠宰场可能要被杀，他们可能那些羊长大要被杀，透过我们人类的爱心把它救到那个地方，他们就安全了。所以各位同学，如果哪一天你要被杀了，有人把你救出来带到一个安全永远不会被伤害的地方，你会跪着谢谢他啊。所以佛陀就会说了，放生救命是这个世间第一有力量的功德。讲座中众人专注当下，法师也不吝请囊，继续在以行为反作用力解释因果业力。170公分乘150公分，自己外表的雕刻师，人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谁讲的？佛陀。所以每个人天天都在制造自己。什么叫制造自己？你的思想、语言、行为变成你的生命的基因，就变成你的外表，就变成你的命运。所以人都会思考，都会讲话。所以你上辈子所做的思想、语言、行为，在佛教叫业的力量，造成你的现在的所有的一切跟未来。所以一切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不是神控制你，不是爸爸妈妈故意给你生的矮矮的、胖胖的。爸爸妈妈都希望你比他高、比他帅、比他美、比他有钱啊，但是爸爸妈妈也没办法控制你的命运，他可以影响你。所以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那什么是命？什么叫业力呢？来，各位跟我背一下，比较快。来，行为反作用力。对啦，你丢纸屑，你青春痘就长多一点的；你帮忙扫地，你皮肤就漂亮一点。行为反作用力，你多在佛前供花，脸就漂亮一点；你多在佛前供灯，眼睛就美一点点；你多拜佛，拜佛长得就高一点点。你看到校长，校长好，以后你就权力地位高一点。你看到佛塔，绕佛塔，哎呦，你的身材就好一点。身材啊，富贵多一点，行为反作用力，这个我们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业报，六道轮回啊。所以每一个善跟恶都会产生一个业的报应。所以有人升天，有人下地狱，有人大富大贵。有些同学一出生的时候，爸爸有钱到极点，你这辈子不用赚钱，爸爸在讨论你将来要去英国留学呢，还是要去美国留学呢？他是每天都帮你在赚钱给你用而已。为什么？因为你上辈子很会布施啊，帮助穷人啊，供养三宝，所以你就生在有钱的地方。那如果你这辈子没钱呢？因为你上辈子没有布施啊，甚至吝啬啊，甚至偷了别人的钱啊，那现在赶快改变就好了。佛陀说，这个世间有三种福田，你可以去布施，就像小种子变大树叫福田。哪三种福田？来背一下：恩田、敬田、悲田。再念一次，来，感恩的福田。第二，尊敬的福田。第三，慈悲的福田。你去种这三个福田，那是最大福报。什么叫感恩的福田？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包括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福报，就是会拜祖先。很少人会拜祖先，所以中国人会拜祖先是最大的福报。而且佛教不单祖先，还要拜什么？念一下七世父母，这一点一定要拜。穆建年
救妈妈啊，盂兰盆经，或者说我们要供养出家人，功德回向给七世父母升天，那这个叫感恩的福田。第二个，尊敬的福田，学校的老师，你现在读国中，小学的老师你还要继续尊敬啊，对我们有恩的老师、出家人，我们都要尊敬，尊敬，而且各位要布施。那各位，你会布施袈裟给出家人，那你也要布施布给老师啊。老师可以拿布去做他喜欢的啊，所以这样来布施，那你也得到福田。第三个功德最大的叫慈悲的福田，为什么？流浪狗要被杀的，没有饭吃的，各位你愿意去布施？那有人问佛陀，有一次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包子要来供养佛陀，结果他进来的时候看到一只流浪狗肚子饿，他心里哎呀怎么办，我说这个要供养佛陀了，但是流浪狗这么饿哎，怎么办？好吧，先给流浪狗。结果进来以后他就跪着跟佛陀顶礼，佛陀啊对不起你啊，我要供养你的包子先给流浪狗了。佛陀说，慈悲的福田超过于供养佛陀的福田，因为佛陀已经成佛了，也不需要你供养了。但是可怜的狗啊，如果你愿意去帮助他，等于供养所有佛陀的功德。从出家众的形象象征，进而为众人谈到大乘佛教的慈悲，再从供养的角度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缘起性空的奥义。站在缅甸，各位看到很多出家人，你都要合掌赞叹啊！哇，他们没有欲望，不需要头发，赤脚，因为他们代表解脱的形象，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不会轮回，就不会造业啊。那我们大乘佛教呢，不但没有欲望，要把欲望变成愿望，还要救众生，把感情变成慈悲，不是消灭感情哦。站在我们小乘解脱的修行是不能有感情，不能有欲望。那站在大乘呢，除了没有感情，但是要爱每一个生命，要爱每一个动物，没有自私的感情，只有平等的慈悲。我说观音菩萨伟大，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学这个，对敌人也要慈悲，对任何人都要慈悲啊，所以心中没有恨才是最美的心。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我以无量劫的精进消除我心中的贪欲嗔恚愚痴，我才能够用慈悲征服众生，感化生命。所以各位，大乘佛教的精髓就在这边。那同学们，以后你拿一支香，拿一杯水，拿一朵花，都要做四个供养，来跟我背一次：供养三宝，供养护法，韦陀菩萨、伽蓝菩萨护法很多、啊、这两个。再来回向众生，回向父母祖先，冤亲债主。那一朵花就跟世界、跟众生、跟每一个佛产生关系，请记住我这句话，产生关系，这个叫佛教叫空性。释迦牟尼佛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讲出了这四个字，背下来。佛经同学啊，佛经学校的同学，来，缘起性空。什么叫缘起呢？缘就是条件，没有外在的条件，什么都不能存在。这个花没有水，没有太阳，没有泥土，没有人类，没有种种的因缘，花不存在。所以花离开山河大地所有众生，它没有单独存在，所以叫性空。花不是永恒的，所以佛经说无常无我，花只是一个暂时的依靠因缘条件而存在的。就像各位，没有爸爸妈妈，没有你，没有老师，你没有知识，没有国家，你没有家，没有空气，没有太阳，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你身上有没有太阳？有没有？有人说有，太阳照了橘子，照了蔬菜，你把太阳的力量变成你身上的热能，所以你有37度啊。你身上有没有水？有，因为你每天要喝水，70%都水，所以你身上有大海的水啊。你身上有没有土地？有，骨头啊。你身上有没有空气？同学们，憋一下气，1分钟不要呼吸，好不好？死光光，没有空气，没有风，全部死掉。啊，原来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存在是缘起的，离开爸爸妈妈，离开国家社会，离开山河大地，离开一切，我们生命不能单独存在。所以佛教里面叫无我，叫空。所以我们要感恩山河大地，感恩一切。你对世界不好，那就伤害你自己；你对世界好，那就成就你自己。那这就是伟大的佛陀在这个世界讲的真理，永恒的真理。海涛法师说，佛教可以不是宗教，但不能不了解佛法，真切点出了佛法的慈悲精神。感谢台湾生命电视台、上海下高法师、玉林大华佛学学校、佛学生。末了，校方致辞感谢，众人以掌声表达谢意。晚间的烟供慈悲施食，众人随着法师庄严的范拜，挥舞佛幡，恭敬供养，合掌如莲，慈悲回向法界有缘众生。在一片碧蓝天空下，舒爽的春风掠过绿油油的大地，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穿越过层层明幕后，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在这占地约6分6的净土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命，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其活动力。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此区除了有成犬外，还有不足6个月的幼犬，以及出生不到3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天地有爱，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子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动物们的桃花源。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生命电视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不动佛灌顶、四臂观音超荐暨供万灯法会，恭请尊贵的南给切令仁波切主法，日期5月26日星期三上午9点半不动佛灌顶，下午1点半四臂观音超荐暨供万灯法会，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仁波切简介：尊贵的南给切令仁波切来自不丹，9岁出家，35岁时经仁谦法王任命他为丘陵塔昌寺住持，经过8年对寺院无倦的服务。尊贵的仁波切自行辞去了该寺方丈的职位，至不丹遥远的高山上闭关。去年闭关功德圆满后，经不丹竹巴噶举南给佛学会创办人青梅多杰仁波切力邀前来台湾弘法，因疫情因素将仁波切续留台湾利益众生。生命电视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五月共修行程，日期5月5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恭诵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阿弥陀经。5月12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恭诵药师经普门品。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念七佛如来，佛成佛了，你念他的名号，他的本愿功德就展现。特别的七尊佛，所有地狱鬼道畜生道听到了，消除三恶道，我们人类听到了，断除三恶道的因，而得到了各种的福报。多宝如来会让你很有福报，很有钱，断除千贪，消除贫穷。宝胜如来消除业障，来世升天啊。妙色身如来消除丑陋，外表庄严。广博身如来身材高大，喉咙打开。离部位如来不会怕了，特别恶鬼不会怕了。甘露王如来听闻佛法啊，得到甘露。阿弥陀如来业障消除，得生净土。所以大家为所有父母众生祈求七佛如来加持，脱离三恶道。